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数位研究为您呈现的水淹视频。这个视频分享的内容是这个卡瓦的独角兽 Union，就是卖的相对比较好，我们不明白是为什么，因为没抽过，所以我们就试一下。我已经抽过了，然后大概的感觉就是好像樟脑丸的味道，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樟脑丸这么好抽啊？那这么相对比较好卖，我们闻的时候啊，打开闻的。感觉是，我这嘴好像有点黑呀，刚刚吃一个烤番薯，有点水蜜桃，然后再加点凉凉的这种冰块这样的味道。闻呢是一种味道，抽是另外一种味道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抽哦。我们用这种进口的这种 smoke lamp 烟锅，做这个头。这个头做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需要注意一些细节，就是我们有两种制作的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这里有个网片在中间垫住，然后整个烟碗全部放满。这是一种，第二种呢，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来分享的，就是只放边缘，让这种底部无孔的烟碗变成中孔类型的烟碗。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比较节约烟膏，比较节约烟膏。大家看我做啊，因为我本来想拿两部手机同时拍摄，但我发现好像有点难操作，所以暂时还是只有一部。不过我们用了更高级的 iPhone 12 Pro Max，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我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，也不会说喜欢国产，或者说喜欢进口，就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我们觉得苹果可能确实还行吧，比国产的要好一点感觉哦。可能我们没有用过更高级的，所以暂时我们还是买了苹果。我们烟膏不够，我们再放一点。这个小样怎么说呢？抽过两次以后，基本上这包就基本上没多少了。所以到时候我们送的话，可能会这个也送掉，然后再送点其他的。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烟膏，基本上都没送完。说明大家不够积极啊，当然也说明我们送的力度不够啊，审核的要求比较高。那这样子是为了提高大家分享的质量，让更多有用的信息分享到需要的人身上。其实我们也挺无奈的，对不对？又不用你们花钱，然后呢还分享不出去，还免费送不出去，我们也觉得比较尴尬。好，你看我们做的是这样，你看这样子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的效果，就中间不放，这样子的话，第一通气性是非常好，然后呢，烟膏还不需要放那么多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平整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哦，这个 smoke lamp 烟碗它这里特别大，所以呢，我用两个胶套叠加在一起来使用，这样子呢，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像这种烟碗啊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尝试着这样擦把试一下，如果觉得不好拔或者说很容易就滑落，一定不要就此放上去。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抽着抽着，它烟锅掉了，然后你很贵很贵买回来的进口烟碗就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发现还是一个比较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来。然后我们放在我们的炭锅，我们炭锅实际上我们还是始终推荐我们这种 CNC 的这种。一般我们喜欢这样吹一下。让它燃烧更加充分，然后就开始等待。等待的时候呢，第一我们是给大家唠嗑，第二呢就是，我刚刚说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炭锅，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这种炭锅？原因是因为，第一不氧化，第二呢，有害物质可能比较少，我们是这么认为哦，但我们不确定，因为没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些数据啊去证明是不是这样。就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，如果是模具做出来的很便宜的那种克劳克，那它表面经过处理啊，那种处理可能会有。可能不是很健康，或者说有些不健康的残留物在那。但是如果是这种 CNC 车出来的，那可能有害物质会比较少。可能我个人是认为，它不用做表面处理嘛，那表面不处理、不染色，或者说不做一些修饰的东西，那肯定有害物质就少嘛，因为它单纯嘛，就越复杂可能就越有问题啊。我就这样意思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把这激光灯打开。另外呢，就是你看我们这里到时候我们会试抽这种啊，这个 must have 的这个是枇杷，好像是枇杷的味道，翻译出来是枇杷，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枇杷味道。其实枇杷的味道，我个人吃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很大，非常大。然后呢，这种我们也去尝试一下，这个李拉的新口味，然后还有李拉的蓝莓，还有这种都会去尝试到。等一下，我们会陆续都把它拍了。还有这个福马里的肉桂拿铁的味道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这个就是唯一有货的口味，其他都没货了，不明白为什么会没货。好，然后呢，像这个是我们拆开过的。Roya 的水蜜桃，然后是可以赠送的，那这里都是可以赠送的，等待着被你宠幸啊，被你拿走。有客人找我，先暂停一下。好，预热的时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。好，
角兽，我上次做了一个小视频，我就感觉像张老板就抽的时候感觉怎么说呢？它不像收收斯诺那种零度的非常凉，单纯的凉，它除了凉还有其他的味道。其实我觉得我抽它的时候跟抽那个阿法兹的潘很像，有点像，就还缺某一种料在里面，缺檀香的味道在里面，否则就几乎一样的我感觉。就是凉，凉，但是不是那种说说是梦那种凉，说说是梦的凉，然后还有一种甜，这种凉呢，它有一种加了一丢丢的水蜜桃感觉。然后我抽了很久啊，以后就感觉有点像张老板的味道，淡淡的张老板。不，我们不是说这味道不好，这味道其实还行的，就是。就我感觉它这味道，第一抽了不晕，就卡瓦这个，就暂时我只抽了卡瓦这一个味道，我觉得它不怎么晕，据说是美啊，据说是美国的，你得明白我的意思，据说我不确定是不是美国的，有点鼻塞，吐出来的二手烟基本上感觉不出什么味道。我感觉它还有一丢丢的香草的味道在那里，大概我分享出来的味道就这样。我想再抽一会儿，抽几口，能不能说出更多的一些类似的味道，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理解啊。其他的什么味道，烟雾就这样哦。刚刚配这个壶哦，配这 MIGA 的这个壶，老实说就是凉，而且它这凉呢还没有没有说做石头那么凉。感觉比说说 smoke 的零度要淡一点，淡一点。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，就是冬天里面冰雪的那种味道，就那个水没什么味道，那种结冰了以后就那种感觉，就你摸在手上，闻在里面就凉凉的，就这么凉凉的。感谢大家观看树的研究为您呈现的水源视频。吸烟有害身体健康。那我们这个卡瓦独角兽啊，也在赠送的这一栏了，等待大家来参与哦。我们赠送烟膏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公众号视频上的一些互动，另外一种呢就是论坛上的一些发帖。假设你发买家秀，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去赠送一些东西，赠送这些礼品，因为论坛嘛，我这个论坛是这样的，它不会有额外的流量过来，它的流量纯粹只来自于认识我的客户，所以它的流量是有限的，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内容去填充。当然也希望大家去分享你转发的东西到你的朋友圈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论坛，了解水源的东西，而不至于在外面可能会上当受骗，可能我们不排除有更好的消费商家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发货方式就是发顺丰，运费到付，一般是这样子，就如果你什么都不买，只是要赠品，就只是你获得赠品了，就给你发顺丰。然后如果更好的方式就是你买点其他东西，然后给你加进去，可能会包邮啊，或者说到付啊，可能就会省点运费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拜拜。